呢，最不烫手。装冷饮的时候呢，它的杯缘的附近，它的杯壁也不会呢出现水珠，不会把你的桌面弄得湿哒哒的。所以呢，家里如果常常喝热饮的，想要保持温度的，然后常常喜欢喝饮料喝凉的，不想要桌面湿哒哒的话呢，你双层玻璃杯、很多式的玻璃杯就非常的适合各位。但请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图。有很多法式绿鸭壶都参考这一款的雏形，可以说是法式绿鸭壶当中经典的经典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它的亮点在于说它是采用不锈钢的滤网。